然后就要去按完机芯的话，它就是要把那个废的剪掉拉下去，然后再会启动，所以你要再按断一次。 这样的话，它就会接着继续连续转，连续做。你按一下这个，然后做完这个的话，它就会下一个做完，它就会把它就会停止。这个做完它，因为你按这个，它就会马上就会停。